认识你们的新同学沙小爱，你们谁愿意跟他做同桌？老师，我愿意。好，沙小爱，你去吧。好的，老师。啊，是我看花眼了吗？你的衣服是不是变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穿的这个。好吧。其实啊，我就是艾莎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替代小雪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发送一一一告诉他们。小雪，你去帮老师擦一下黑板。好的，老师。啊，怎么有两个小雪？你是谁？我才是小雪。你为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有办法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我问我的好闺蜜小雪肯定知道的问题，我最爱喝什么奶茶？小贝，这我当然知道。糟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能让小雪说出了。黑暗之力，你快说呀。哼哼，小贝，我看他根本就不知道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小贝最爱喝什么奶茶。我知道，是苦瓜味奶茶，我也最爱喝了。喵喵喵，没错没错，你是真的小雪。太好了，终于获得了一个人的信任。黑暗之力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突然好困啊。小贝熊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假冒的人赶出学校。好。啊，我怎么在这还穿得这么破旧？谁能帮帮我？小雪，你还好吗？啊，你们相信我了。没错，我们知道你才是小雪。哼，那个冒充你的人一定没想到他在最后露出了破绽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善良的小雪一定不会提出我们把一个人赶出学校的。没错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再等等，明天小精灵就回到童话王国了。我们让有魔法的小精灵去揭穿他。主人，我成功了。不错不错，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最好给我快一点。是，再给我一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拿到小雪的宝贝。小贝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你说吧。呵呵，终于藏不住你的狐狸尾巴了。小贝，熊妹，我回来了。糟了，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精灵之力，我跑。你给我站住。可恶，跑得真快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为什么要冒充小雪？在评论里告诉我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